你有想过看病找男医师或女医师效果可能会有差别吗？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人员在内科医学年鉴的研究报告公指出呢，透过分析美国联邦保险呢医疗超过70万名的65岁以上住院患者的资料，发现呢，女医生治疗的病人不论是死亡率或是呢一个月内再入院的比率都比起男医生还要低，而其中又以女性患者的差异性最大。研究人员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男医生容易错估女性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再者女医生对于女性病患的沟通技巧可能比较好，也比较会为女患者来设身处地着想。过去有多项研究指出女医生的好处，像是2023年有瑞典跟加拿大的研究发现，给女性外科医生开刀的患者复原过程比较不会有问题。美国也有研究发现，女性心脏病患者接受女医生治疗的存活率比较高。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